万茜遭车祸肱骨粉碎性骨折，伤情严重已退赛，医院治疗细节曝光。今日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情况万茜发生了车祸，情况紧急严重，不仅受到了惊吓，右手也受到了粉碎性骨折的伤害，医生正在对其进行紧急治疗手术。网友的关心与关注也让万茜感觉十分暖心，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回应称，只是一个小意外，没有什么大碍，让广大的网友放心，还心态平静调皮地加上了小意外几个字。真的不愧是我们的淡定姐万茜，面对突发事件应对也是如此淡定，还不忘调节情绪。面对万茜的伤势和网友与粉丝的担忧，乘风破浪的官网发文不会因为受伤而退赛，好好养伤，大家等着你。这样的发文让担忧的粉丝也消除万茜会退赛的担忧，毕竟万茜一直以来都备受大家的关注，人气一直排行前三，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人气王。姐姐的节目中如果少了万茜，或许就会少了很多关心喜爱她的粉丝的关注。但是面对节目的赛制和万茜的车祸信息以及她的伤势，不得不让广大网友们担心。